谁都希望自己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，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越过越好。但是有些时候，并不是所有的希望都能够成为现实的。毕竟现代社会是一个要看努力、要看运气的一个社会，更要看一定的人际关系，有一定的机遇。有些时候，虽然说机会在我的身边。 十月里属猪人的财运不是一般的好，正官大奖在财库，不但有官运，财运更是不得了。工作如意顺心，事业之外奖金连连，之前的再苦也会过去，事业的如意会让属猪人忘了先前还债般的日子。十月一到，中大奖和中小奖都变得容易多了，属猪人可以借此发一笔小财。生肖猪的人也有中奖的运气，他们的横财运也相当不错。 在十月份，生肖猪财运好起来，懒人有懒福的他们，总是会有这样的财神爷来帮助他们，捡到钱也好，中了奖也罢，这个十月生肖猪的人注定会过得十分乐呵呵的。 十月之天时最旺，属虎人运势。属虎人之前的运程不是很好，属虎人日子如还债，受累的经历最多。而到了十月，属虎人不但事业如意，有贵人相助，还有家人相伴，啥时候都不会自己一人孤军奋战。赚钱的机会多了，更能牢牢的把握住。中奖是其一，生意上的偏财收入则是其二，富的流油是马上就要到来的事情。 生肖马能力超卓，会引人注目和得到异性好感。坦诚不装腔作势，好打抱不平。再加上能够获得天降之横财，财运旺，福气旺，大财小财齐发，命合三财。同时，如果遇到困难时，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，运势顺遂，安康，万事可期。 生肖牛十月喜获送财童子，稳重可靠，常能得到上级的信任，忠信善良，做事有条不紊。再加上自身运势上等，要发财并不是难事，好运来袭。同时，金鱼阴星与太阳结合，这一阴一阳促成福德正神的到来，运势肯定红火。如果能够注意好人际关系，运势顺遂，感情稳定，喜结良缘，事业顺利。 生肖鸡十月上半部分表现可圈可点，聪明过人，潇洒风流，知识面广。再加上这一生财源广进，发展顺顺利利，一生大吉大利。同时，贵人吉星的相助，让财运越来越好，有很多赚钱的机会。如果如果生活中也有很好的人缘，才能令才能得到发挥。 属狗的人进入十月，财运好的不得了，横财砸身，大奖中五百万，狗年大吉，运气和财气都极佳，自幼喜气不断，好运连连，而且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运势不断上升，他们也能成为父母期望的那般有所作为，还能好运一辈子，福星高照，大吉大利。 他们从小就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成年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会不断进步，节节攀升，富甲一方，远近闻名。属龙的人天性纯良，有爱人之心，他们的责任心是终生都很强的。进入十月，财运好的不得了，横财砸身，大奖中五百万，狗年大吉，定能大赚特赚，恪尽职守。如果爱一个人，绝不放弃爱情诺言。 受到天神护佑，终生有福报，身体安康无病灾，财富无限好，享福到九十九岁。属猴的人天资聪颖，灵活机智，进入十月财运好的不得了，横财砸身，大奖中五百万，狗年大吉，有钱有房，能讨一个好彩头，在事业场上升职顺利，胆子一大劲，可办成事，升官聚财都是一步到位的。 更有偏财满满，中奖求财如意，横财入库如泉涌。属猴的人准备大展拳脚，钱财多了数都数不过来。 天官星若降，必生贵人运。属兔人就能在十月内迎来自己一整年贵人运最旺的阶段。个性本就淳朴可靠的属兔人，天的心加身，事业上开始左右逢源，贵人都愿意鼎力相助，好运持续到年底。这一路上，生意先成，官场后顺，钞票赚不停，更数不完。老实人也有踏踏实实的福气。十月属兔人就注定要享福。